大家晚上好。今天没参加 Amigo， 主要是因为那款游戏感觉会只用到左手，啊，你们知道我左手已经快废掉了，所以不能参加。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今天有人要玩还愿啦，然后不敢玩，要找人陪。我说，好啊，那我是可以啊，顺便回去复习一下还愿的内容好了。欸，其实我那时候玩还愿呢，有一段解谜，我是完全，我是想说啊，我怎么过的，完全不知道，就侥幸的过。所以如果他要解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讲说，欸，这边我忘记了，这样子。布布啊，布布。哦，布布真的好可爱哦，但这边大家看不到啦。然后啊，那个谁，皮哥不是有那个？有去在那个菜渣这个伺服器盖了那个，啊，你们看过岳奇西的那个吧？有个不是有人盖雷门吗？是奇哥盖的，然后他现在在菜渣这个伺服器里面玩，然后他也盖了一个抽奖，那个就是人设，就是抽运势的。然后我昨就是12点一到我去抽到是凶，可是我今天下午打了3个小时，就打到11颗头颅了，欸。可见算命那些手都是假的。Hello， 相信已经不怕了。谁？哦，现在回去看一下聊天室有谁啊？对吧，那个什么，反正是不想开台啦，因为想说既然已经今天没有要开，就想要休息。对，啊，但是隔壁的可能又会讲说你又多久没开台了，句话吧。嗯，如果有人来乱才找我休息啊，没事没事没事，今天我可以管台。哎，欸，陈烨安安。一直以来感谢你们的爱心啊，你还有利恩啊，还有个虽然最近有些说要给我爱心的渐渐没了，我觉得没关系，反正那个版就是心意而已，也不会说你今天没有给我爱心就删你好友，不会啦，因为毕竟也会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副科哦，对啊，如果陈彦你真的要存蜡烛的话，你也可以先不用给我，没关系了。我本来要跟鸽子讲，如果真的很缺，先不用给我。也才一天没开哦。我跟你讲，我就算每天开，他也跟我讲说你多久没开台了。我说干，我还没24小时没开台吧？说我没有看到就不算。看这种恐怖的舆论压力。这次复刻高马尾，对啊，感谢黑桃生日快乐，对啊，今天也是黑桃的生日快，不是啊，生日快乐，今天也是黑桃生日跟水里生日。这次复刻要175，是确定了吗？嗨阿杯，感谢阿杯超级留言，因为那时候有个社团里面 po 的，哦，好贵哦，可是后面那个谁，我们冰沙有说他有贴一个。更新的在他们群组，可是那个群组我不在。等一下。
然后这个是他有盖一个城市有卖那个玉手，我就把爱心玉手，对吧？那什么玉手忘记了啊？恋爱啦，恋爱的玉手合在盾牌上面，还不错看，就拿来用了。哦哦哦，这些碳砖都是打凋零骷髅打到的、欸。哦，对，我问一下、哦，有没有很早期除了兔崽子以外，有没有观众很早期还记得优质皮粉队吗？你们还记得优质皮粉队这个队伍吗？你们知道世界多小吗？泰扎找来的一个妹子嘛，在伺服器，她竟然是当时我们优质皮粉队第一场把我们打爆的队伍，对红白。对，那第一回合输的人，他就在我们伺服器里面。昨天就讲，昨天我就在私下那个我在忙，然后在换 skin 给他们看的时候，然后就换到一个那个 skin， 然后刚好又在聊红白，我说你们该不会有参加什么老皮杯什么的吧？他说有啊，他说哦，所以什么优质皮粉队你们知道？他说知道啊，然后他说对，第一场是把我们打爆的那一队。知道了，没事啦。你想要圣岛记的正太？哦，我想要白鸟，我想要白鸟，我好想要白鸟啊！要怎么加入会员？下面呢、啊？因为等一下是我在等那个谁诺英回家，面具国际服饰极限哦，原来路服跟台服不一样哦。你也生日了哦，生日快乐！刚刚看一下里面聊的说，国际服跟路服不一样，国际服的面具是分支的，然后路服的不是台服啊，路服的是要从。主线接上去，他是真的对恐怖游戏没的。之前的啊，我知道啊，他不是玩了两小时就是别人十分钟的进度吗？没办法，有些人就是没办法、啊，怎么讲？可能玩那个什么类似大怒神吧，我也觉得我没办法，不是我觉得、啊，我是真的没办法。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哦，就是来这边就是要玩那种刺激过瘾的游戏啊，就真的没办法、啊。我是连想都不会想说我想要玩、欸、我不会有想要玩的念头存在。就是他，我就是不行。我不会想说我想要尝试看看，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有尝试的勇气，好吗？
就像你们一直想把我掰弯，但是我就是不行，我就是直直笔直的人。啊，像旋转木马我就可以。那杠杠呢？杠杠会 QQ， 没事啦。我可以当让他看的那个对象，不能当被他摸的对象，对不对？这时候杠杠会在哪里？昨天在看的时候，不是寄了一大堆大便吗？我想说怎么了？怎么聊天室都是大便？我还跑去问诺英怎么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你要问杠杠吧。我说不是啊，他给你大便呢，一定有发生什么事情吧？10个左右，我怎么昨天看到说有没有要跟我刷到100个大便嘛？直播是断了，没有。我真的想去找一个好一点的碉堡哎、欸，这个碉堡。效率太差了。我也想盖国外伺服器那一种，碉堡是那种，已经在岩浆，就是跟新大陆那时候的碉堡一样，那时候是已经一半岩浆了，压制也好，不够大吗？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要压制，你看这边。通通上面都要放半砖，太难放了，所以想要找一个裸露在哎呦喂，裸露在岩浆上的碉堡，这样子压制会是最最快，专门打凋零骷髅头的地方。对啊，你看。会生猪布林啊，猪哎史莱姆啊，猎人神啊，其实这还好啊，真的范围太广。然后说最好的环境是灵魂峡谷的岩浆碉堡。因为灵魂峡谷就是生枯宫嘛，机会会比较高。啊，据说好像是生凋零骷髅头，凋零骷髅的机会也会很高。他、啊、问我为什么不用那个什么，那什么花，凋零花？啊，我没把握啊，因为没有防爆，我很没把握。凋零花农场真的要防爆比较好刷，对啊，你防爆的话就直接在原地盖一个安德塔就好了。那你
那个没防爆真的要用折药门啊，折药门那个方式我真的之前就已经在有防爆的伺服器试过看看用那个机眼，但还是失败。你看都已经失败了，我还在没有防爆的伺服器试，啊不是完蛋，对不？不然。反正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啊？只要是甜的都会喝，但是不能全糖。我现在不能喝全糖了。谁啦？麦香奶茶哦，对，欸，喝完了那天的麦香奶茶，我喝光了。感谢新楼的会员。你到底喝多快啊？一箱欸，很快啊。其实理论上，不要味道太特殊，然后也不要无糖，我其实几乎都喝啊。所谓的味道特殊是那种很诡异的混合那种调饮啊什么的，比如说什么嘞，就是西瓜、冬瓜、哈密瓜什么之类的饮料夹在一起啊，啊可能有人说哦很好喝，没有哦，没有哦，没有，无糖可乐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水吗？你说零卡可乐，喵啊！早上我在。听你台哦，喔，一进去就说，我为了男友穿，如果男友想要穿女仆装的话也 OK 什么之类的，那个不是吗？啊，还有什么啊？那时候是因为刚刚说想被 ban， 那你说不要啊，你要让我爽，我才会 ban 你那句话，我就哇哦，我跟你讲，这时候你就越不能 ban 他。所谓的抖 M 不是你越欺负他，他越开心吗？你看。你不欺负他，也代表说是你在欺负他嘛？那照理说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我的逻辑应该没错吧？对不对？他们不是喜欢被欺负吗？所以欺负他是一种折磨，那你不欺负他也是个折磨，那你是不要欺负他比较好，是不是？我这想法有没有满分？因为当时我的聊天室一大堆人求 ban 嘛，啊后来我就是说，哦吼，你们好恐怖哦，那我是不是更不应该 ban 你们啊？你们才会越难耐，你们才会越爽。不是浅浅安，放向某波。其实我发现我已经到后面就是比较没有在嘴波波了，不是吗？
是很好的朋友吗？是啊。是怎么讲？有哪天像就像杰克好了，不对，像团团，其实 Bobo 团团、杰克、阿旺、酱油，都是团团那边带来的啊。那之后也是成为好朋友，都是这样介绍的、啊。那、啊、像诺英就是其实是从巧克团那边认识的嘛。对啊，那就攸关到我们有聊过世界很小这句话，太小。那其实发现世界其实这边也很小。就很像你也看过我跟柴鸟的那个吧，就好到是人家已经装粒子了，好到好朋友好到是已经可以九中九排七到那种的人，懂吗？而不是那种哦，你听牌，你听哪一张，然后喂给你的那种关系，是往死里害的那种关系。安安啊。那气死啦、啊！双粒子、欸，而且我是听南风、欸，南风这么好的牌，我可能一发丢出去，听南风，结果嘞，九中九牌，我要气死！而且我那时候其实私下，那时候是我们是私下玩的，所以我没有进通话。然后是那时候是为了解美日嘛，在弄其他东西边玩麻将。结果那时候被直接九种九牌打出来，我是直接很大声骂干这样子。你前几天你不是昨天吗？我有看到你昨天啊，昨天在另外雀机吧，对，雀机回我看到啊。好了，留下去烧。好，这边挂一下。其实我在跑光遇啦，因为我本来没有要开台，是因为我在跑光遇。啊，隔壁的叫我说给我开台，我说哇，现在是连光遇都不能跑了吗？姚莉跟大哥都来了，等一下，我的聊天室被挡住了。大哥在哪？我怎么没看到？哎呦喂，看到了，嗨，姚莉，金针管，啊，大哥嘞，大哥给我打字哦，抱歉，我刚刚低头。Loli 等等，要不要一起什么？大哥嘞，给我讲话哦，冰恋嘞，我没找到大哥，我找不到、哦。
啊，不是冰恋吗？我怎么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哎、欸，妈的，妈的，他们加油！先为繁星的耳膜默哀，没事啊，我一定把他的音量调低。大哥不见了啊，你找 Ben？对啊，不是 Ben 吗？啊，他在打个字很难吗？不要欺负老人家眼睛哦，好像被刷上去了，多上面呐、啊，在米娅上面吗？有米娅上面是在。结果，路人不要闹。大哥，你倒是讲讲话，大哥。2:27，超上面。会不会已经置顶到上面了？我没看到了哎、欸，我已经滑完了哎、欸。没有了，不见了。杠杠安安，第一次看台的话，要去看规则哦，不规则啊，台规哦。对，塞头蛇。不是啊，那个聊理你那天玩踩地的被吓到也很好笑啊，被还愿吓的后遗症。2:27米，27分钟，不是啊，尤里安安，我在找了，在米娅下面。我没看到啊，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诶，有点色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好了，不用找他了。耶。我们的另外一位寿星也出现了。啊，不是，他不是来打个招呼，人就不见了。没事。好了，这边其实挂的差不多了，回去补一下物资吧。然后我们去看那个，我们去看猪布兽农场。哎，这个迷雾关掉，突然发现地狱其实很漂亮。要怎样才能得到梅花？什么梅花？那个是樱花啦，那个是樱花。那个就只是 ID 后面加个樱花而已啊，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什么什么订阅头像啊，来把我们挂在这边吧。这个啊，其实挂在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很久，哎，只是要放大，哎，我的10块钱嘞。没仔细看，真的很像梅花。这就是那个谁，隔壁台的那个啊，他们就会挂那个象征的符号，不是符号啦，就是象征的那种，对，也是符号，象征的符号代表说他是推谁啊，或是他是谁的粉丝啊。谁在梅花？没有啦，他不知道，他不懂，人家不懂事，原谅他好不好？看在我的面子上。对啊，那我这边比较少是紫色爱心。哎、欸，你好了，你好了，你好了，要怎么办？你好，要怎么通知我？因为我 DC 真的不会有那种来电通知啊。怎么啦？你这个火攻心，套那个中医来讲，那就是火气带大，火气攻心。然后那还要讲什么了？不要熬夜，吃油炸、辛辣食物。谁叫你要开悟了哦、啊、是因为这原因吗？那我打开了，等我一下哦，原来是这原因哦。那要怎么开？按上线就好了是不是？哦，感谢你，我会了，难怪常常看不到。怎么白痴？我那天问你，你也说你不知道。你说我白痴？哎、欸，可是我没有误扰之后，我的 DC 是狂跳讯息出来，好烦哦、喔。以资用火啊，就像那天看你的台，第一次知道投票系统怎么用、欸。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投票怎么用、欸。然后你那时候第一次那个出配信的时候，跟我讲说，啊，繁星你也不会，靠腰哦，我怎么又在死啦，白痴哦，我在卡键啦，烟火。起来偷看台，没事，就跟新的一样。看来上面要做好保护措施了呢。好了，经验白，经验没差啦，就安德塔。
只要不是装备烧掉掉虚空都还好啊，经验值真的还好。就真的还好，有存一个在这边。哦，不是哎，一直跳讯息出来。现在没有全东西。你知道现在首页是推荐你两年前的影片吗？我不知道。哎呦，这个勿扰模式不开不行哎，好吵哦。加入我的伺服，这不是我的伺服器，也是菜渣的啦。这是菜渣的伺服器，不是我的。然后奇哥他会加入，他是说菜渣有在 IG 上面征求那个建筑师，然后奇哥就有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那就进来，不然一个一个按静音。你是说每个频道吗？我看到刚刚说了，你们都好会画画哦。你是说频道一个一个按静音吗？将伺服器静音吗？啊？是将伺服器静音，然后直到重新启动这个东西吗？而重新启动不就是你一重新启动就通通要再全部重按一次了？不行，安，我去上面盖个防护措施好了。真的没想到，是为了卡键卡到死掉哎、欸。它的重新启动是我把静音解除的意思哦。那等我上去卡好位置，我再来重新启动。我看到彤彤赖我，不赖我啦，找我啦。好了，这样总不会挂到死了吧？来啊，我按静音了、喔。哦，对啊，同一个东西啊，僵尸武器重新启动，僵尸武器重新启动。有超多群组的哎、欸，僵尸武器，
欸，这是不是连已读都不用读了啊？啊？安台左错吗？我按到静音了吗？喂喂，北七哦，你骗我吧？哦，有人切错账号喽。哦，浙江四五七啊。啊！要挂多久？我们就挂到我们的樱花树精灵回来啊！还是你觉得很无聊？我好像有四十几个群组要慢慢按呢，看到哪里了？狼儿的，还是哈记的，阿神的，小雨的，还是杰克的？这是什么？小克白，实况组，我军团，阿基二。阿基三，朱米，云月，这是谁 ？HTP 的，那、啊、这个是谁？深夜电台，我以前打 Overwatch， 然后泽平的，阿谦的，这是。是烧杀小的，这个是小五的，可以已读啊，我就是设个资料夹全部已读啊，然后就是麻衣的 RP 的我酱油蛋黄啊，是谁啊，魔物猎人奶茶蜜朵朵的是那叫谁building game然后这个是公司口袋的，耶！ Yeah, 我全部设定完了，我好棒！兔兔报仇影片啊，哦，那个影片我最近也有被推起来耶，因为当时那阵子就是很多只要跟巧克力有关的影片，那时候观看数都冲很高，我那时候是回去看说想说奇怪怎么这部影片观看数突然飙高，点过去看，哎，阿总是巧克力的。三角生日，哇！有些完全没聊天，还是建议退出的比较好。不是，就是怎么讲？嘿嘿嘿，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互动很好笑，不是欸，感觉是他们想要看巧克力吧。因为有些时期就是有些人会突然爆红啊，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很多都会被那种标记，比如说欸，最早以前好了，那时候是生活频道开始红起来的时候嘛，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阿狗，正火玉尊吗？那时候的，那时候不是这四个，不是这四个，反正就是那时候开始很多转那个游戏转生活频道的啊。然后那时候只要就是提到跟他们有关，然后就是影片会很容易上发烧还是什么。哇，好多，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很多人会无聊就去乱标记、乱 take 那种东西，很多都这样子啊，蹭流量的。你是不是很久没出现了？有点久，真的不建议你一直提不在的人物。你说我吗？你说我吗？啊，我知道为什么会摔死了啦！我在卡键的时候，因为我的 C 是放大键，然后一直瞧到 D 去，然后就是往右边走，右边走，走到摔出去。不是教主，你说我？哎呦，那个就对啊，那就直接删了吧。那谁，常常早上在云乐台都看到很多在那边乱提，这好像是有什么提什么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过街阿神人人拍照那个，我想啊，完全不相干吧？他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然后雨月就说：“建议你不要这么讲的时候，我已经按出松出键了，就说不要提不在场的人这句话。你也想被 ban？ 我跟你讲，杠杠，你越想被 ban 嘛，但是你就是越不能被 ban。那时候，那刚刚我也教过米娅了啊。我是说，你看你们抖音就是越被欺负越难耐，对不对？那其实不欺负你们。”你们也是很难耐啊，对不对？那这样你们是不是更开心？风景晴香安安，你确定你是初见吗？你后面挂樱花的，怎么现在才来看我的台？对不对？我这两天。这两天不是一天两部嘛？虽然品质不是说跟木瓜一样好啊，但是真的有点 hold 不住欸。怎么说？因为其实最近我也很少进阿米狗的通话，不知道都是私下在剪片，不然就私下一直在想事情。那在剪片就是剪一剪，比如说我今天把那个画画的影片好了。我本来想说剪个十分钟就好了，我来想想，对啊，那感觉这样十分钟我要剪几天才剪得完？因为我们每次玩就玩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你一天十分钟，那也才七十分钟嘛，七十分钟不可能画七题而已啊，所以就想说好吧，那就一天就是剪二十分钟好了，二十分钟就是两个作品。木瓜吗？啊，木偶啦，白痴哦、喔！抱歉，还是木瓜，你要剪片了，你想要开始剪片了。东西，对，你可以打两个等于等于吗？你打两个等于等于，你就是会被 ban 啊。还是按照没有你今天。
怎么讲，就还是不要去故意惹啦，因为这边的环境不像隔壁的台啊，懂吗？这边不像那种其他可以刷些贴图什么之类的，那种毫无意义、毫无情感的 ban 我才不要。对啊，没事啦，你把这些欲望，不是欲望，靠呀，你把这些渴望跟冲动留到米娅台。好吗？米娅早上我都有看到，早上他开台，你都在那边被 ban 啊？还是米娅你要 ban 他？你不是说过你在别人台可以乱来，然后在自己台就是都不敢嘛？没关系，这边让你乱来。你只要看到他打字，你就 ban 他吧。然后他就是有一种渴望跟欲望，不是吗？他很希望被人家关注、注意跟什么？得到喜欢的人的关注。现在怂了吗？松鼠怎么办？他在挑衅你，他在挑衅你。米娅他在挑衅你，你不是白狐吗？快点杀了他。我就跟你讲，最坏的是ban他的人都不是我们，还是辽宁你ban他。我骄傲豆浆，傲娇豆浆啊！谁那么 M 想被 ban？ 那天跟你聊的一个 VIP 大大，那天不是跟你聊一个说常常挖石油的人？因为毕竟有个叫阿飞的哦，阿飞不玩哦，我真的觉得阿飞你可以做他跟他做朋友。挑衅 mod 不算盘规，他们那些比较，他挑衅的不是我的 mod 啦，是我给的那扳手，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现在没勾勾，我也是怕说无视到他们，打招呼吧，比较也不是说特别啊，就是比较好看到他们，才会给扳手，毕竟是隔壁比较有在熟的吗？这样讲。毕竟我也是最说啦，我最近才开始看台 V 的，之前都是看日 V 啊。
现在在挂机吗？对，在挂机跑光遇。你呢？我其实也很想给你扳手，你知道吗？你懂吗？我在等你出道，我就可以给你扳手，你知道吗？你要不要出道啊？你就当专门唱歌的 V 就好了啊。哦、你说被 ban 的部分哦？耶！我快去催诺诺，不要再保光遇了啊！光遇快结束了，我快跑完了。你不要催我，你去催他。到现在还是看不懂猪部兽农场的原理啊！我解释一下哦。你有没有看到我方块下面有五个草地吗？那个草地上面是放那个绿色的蕈菇。那猪部兽看到蕈菇，它会跑离七格。那你看它现在就是，比如说你想象说它是猫跟苦力，不不，对，猫跟苦力怕。我出道干嘛？我只是要五天周表割杂六日割回吗？可以啊，很棒耶。那就一直挂你台听歌了耶。对啊，你就想他们就是刚生出来，然后马上被猫赶到大蓝那边去，这样讲。哦，咳咳，那个是栅栏没错啦，因为这边是飞鸿森林地形啊，如果你上面放草地的话，会生那个谁，也会生烈焰，哎、欸，是烈焰什么还是啊？朱布林。草地上面会生那些啊，有的没的嘛。所以是在那个蘑菇上面放个栅栏，在那边那个限制生怪。再给我大概三分钟，我快跑完了。我还有海灯笼农场还没盖，就是不用再去深海遗迹掏空了，是直接用地狱门把那个深海守卫引到地狱去。这个农场能刷出猪肉吗？可以啊，你们看到我身上烤猪肉，就是这个农场给的啊。你用你的出生条件是什么？3×3×4的空间吧，我记得，就是长宽要三格，高要四格，还会生银鸥蚁，所以其实银鸥蚁的农场也可以盖出来。可是幽灵眼泪也不需要那么多啊，一大堆了，想说就不用了。欸，九点了欸，他他回来了没有？你有眼泪最多就拿来喝酿造药水跟中介水晶。对啊，
我给你看原理吧。猪布兽农场主要的资源是什么？皮革。因为你那个牛牛的话没办法全自动啊，你还是用手去砍它。猪布兽农场主要东西是皮革。那猪肉是，其实也是才是副产品啊。要吹了没有？吹吹看。我去问一下哦。天，是天真。可爱的小仙小精灵，不是小精灵，樱花哦，你到家了、哦，好诶好诶，我们等一下隔壁见吧，各位，隔壁诺英台见哦。等等，你还要等等哦，之前玩光遇，好。手机都很烫，现在也是很烫啊。你还没做封面图，不用做了啦。晚安。好了。我光遇也跑完了，来，你看，这个就是原理了。因为地狱更新后，它就是啊，这上面也会生那个叫对啊，就是主要是生猪布林，应该是啦。日麻任务还没做啊，我也还没做，要等他们关台再玩啊。你是哦，对呀、啊，我想说就这边先开一下嘛，然后吸了一些人之后，再把这些人转到隔壁去，让大家一起看他怎么被吓。感觉你也没有时间玩永恒冒险的，虽然开服了，对啊，没办法玩啊。那再来为什么要插这些火把？是因为要把这边擦亮，不然这边其实也会生那个猪布兽以外的，因为猪布兽是。算是中立生物嘛。中立生物的话不会有因为火把的亮度限制也会造生啊。因为会比较暗一点才会生怪。你在 DC 做很久的影片没人看。什么影片啊？有时候不要抱着，就是说你付出，一定要有人看得见之类的，虽然有点怎么讲强迫吧，就是做久了会发现啊，一开始做难免会有啦，就是后面已经做很久才会突然觉得说啊，有人看就还是什么，也不是也怎么讲，就是不要去强迫强求，硬要人家去喜欢啊、看你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样子。其实很难讲啊，毕竟大家都有比较的心嘛。那真的不比较，那就是因为已经看透看开了，才会不会去比较，不会去怎么讲？怎么讲啊？哦，怎么那么多？就不会去比较，把自己逼得那么累。哎，堵住了，排队。对啊。哦，干什么干什么？哇，完蛋了！你看，这就是疫情爆发，还在那边那个端午节回家的那群人，看塞车了吧？
这样干，哎呦喂啊，我终于有声音了，白痴啊、喔！喂，马西，你好，你封面做好了没？还没。好，等我一下好吗？我刚坐在电脑桌前。等你呀、啊，我的下面猪塞车了，居然。这个怎样？干，哎呀。会吓到，因为他那天就是有急事找我啊，我每次第一期就是没有声音，没有任何通话。哦，有了，车流量开始缓解了，吓死你！我不会做封面，我也很懒呐、啊，封面就是那几张而已。要不要就勾追？很酷啦！哎、欸，今天巧克力有上 那一段的精华，可是那一段我的从他那边传出来就勾追，超级不明显的、欸。就勾追，居然就勾追，而且他讲死翘翘是讲啊，我会不会就这样死翘翘了？你不要那边逼人家哦！有没有看到？他说：“快一点，诺！”而且你是打弱音哎，把你打错字了，我要让你死。谁？哪一个？我的这边啊，打弱音哎，我好像谁哦？对，是谁啦？不知道。我今天都没播广告，你们知道广告吗？好热。那再來我还要嘿，快要父亲节，你没有送礼物给、啊，就是你没有挑礼物给你们自己的。我已经送了两年了哎、欸，我前年是送按摩椅，大前年是送液晶电视给我爸，我想送一个类似红白机还是什么给我爸玩，因为我爸以前很喜欢玩电动。等一下，快一点啊！诺伊，我已经退定你了，听到没有？刚刚讲的，然后还要讲哎、欸，嗯，知道啦，还没啦，没那么快，我封面都做到一半，你要我赶再赶赶。我不想播，我现在做封面都会怕。不会啦，你可以贴个李欣的图在你的封面，当作在关落音。你再讲一次试试看。不是啊，啊不是还愿的头就是蒙眼吗？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讲一次试试看。我讲什么？你说关什么？不是啊，是真的啊，真的，我是讲真的，不是针对你。他是不是误会我
噔噔噔噔噔。我们聊天有和平过吗？你说我跟诺英吗？有啊，还是有啊。等一下可能就会和平了啦，我可能就会问他说：“你还行吗？要不要休息了？要不今天就到这边了？不行要讲欸，我还打日麻好不好？”现在是在没事开台，在等他封面做好，我们等下就要去隔壁看他玩还原。还愿，对啊，我说什么还愿吗？对，你刚刚说还愿，等下要吞，刚好没气了吧？爸爸刚刚在打凋零骷髅头啊。好，封面做完了。耶、yeah, ，好威好威！不要呛我，不要各位不要呛我，不是做的烂，是因为时间赶，很赶的，就是对你们懂。喂喂喂喂喂喂喂！布布是谁？你竟然不知道布布是谁？布布是谁？我的天！我的地！你还是去看诺英的台好了。他应该也不是会来，他订阅你了、啊，是他。他说洛英，我订阅你的，可以快开看啊！我要杀他。他叫做刘佳，刘佳佳吗？还是念茄？对啊，布布就是封面这只可爱的小动物，好吗？这么可爱的东西放在封面，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对啊，像以前出商品的时候，布布卖的比我还是好哎、欸。以前卖50个，我的50个跟布布的50个，布布的卖完了，我还剩下23个。他是新观众，感觉是，没事啊。新观众也该知道布布是谁啊，我不管嘛。哎、欸，我好了。好，那我还没开。那，因为觉得很可怕。你说游戏还没开啊？对啊，游戏还没开。哇，我觉得很可怕。2、4、6、8、12、14、15、16、18、22、22、23。我的左边有26个人在开台、欸。真的假的？嗯，26个里面有。6个台币而已，太多了吧？6个台币，8个日币，很多哎、欸，很都是 V。没有，你也是滴滴哈？我不是滴滴啊，你不是滴滴，你跟我说6个 V。可是我订阅他，可是没去看啊。那你订阅他，想说支持一下台湾的 V 嘛？好，我退订，我不支持国产货了嘛，好不好？你会被酱油解除订阅。等一下，这个不能开玩，这玩笑不能开。没有啦，开玩笑的，不会解。要解是私下再解。哎、欸，等一下，你这句话很威哦、喔。啊，真害羞了。可是岩上才会红，不是吗？对不对？啊，你的眼睛总是这样子啦！我就跟你讲说，放李欣的头嘛，对不对？我不要呗，你奇怪、欸。哦、oh, ，对，我要荧幕分享给你的。来，这是隔壁的台啊，我们要准备关台到隔壁咯，各位想听我的声音的，想看他尖叫的，想看他哭的，可以到隔壁见哦。你过分哦。啊，我讲咯，我是繁星，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拜拜。明天不一定见哦，大家拜拜。移动到隔壁咯。各位，我要去，拜，开冷气。
像是真正的眼